就算他变成一个大坏蛋，他自己都放弃他自己，我也不能放弃他。NBA， 我来喽！我来啦！我就知道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爱装酷的。他现在就出现在我家楼下，要给我惊喜。阿金，好久不见。每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欢乐台，在一起就好。